又要出差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我的 partner 一样是统哥。嗨，对，大家好，统哥，我们这一次要去哪？我们要去德国。哦，我们这一趟你觉得旅程怎么样？丰富，丰富哈、哦。对对，而且对我来讲，我第一次去奥地利工厂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哦，嗯，那统哥应该会很期待。我们这一次除了有工厂。然后有博物馆，对，然后还会壮游阿尔卑斯山，没错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赛车场，哦、对啊，太棒太棒，太期待了，期待期待，好，期待那个柜台赶快开。我们要过境到慕尼黑，赶快走。A6 要准备去工厂参观，然后这两天都会开着它出门。好，那现在先去取车了。是五五呢，还是五零呢，还是四五？好像四五，应该是四零。哦，其实还蛮漂亮，这个角度，车尾这个角度。总算要干正事，就是要开着 RS1 创 GT 呢，去中麓山的阿尔卑斯山，就是被评为欧洲最美的山路之一，要来进行长征。我们跟车主团会合了，现在要准备下游览车，准备出发。这一次呢，我们的教练、啊哦，我们教练一样是 Oliver 很厉害啊。我之前在雪地也是他，然后这一次还是他，全能教练。It's right here in the door, okay?经过快要300公里的征战，然后我们现在下榻在一个 SPA 的饭店，就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脊之间。那这个山脊之间呢，真的很壮阔，哇，看起来就有点心旷神怡。然后我现在可以远眺阿尔卑斯山，上面还有一点点残雪，相当棒的一个旅程。我本来以为在欧洲的深山可能不太适合电动车，但没想到他们真的为2035年全面电动化做好准备。他山上居然有充电站，酷吧？哇，在这里面有一个相当特别的小车库，放着一辆利曼厂车，欸，好帅哦！哇，这太棒了吧！好，我们一样开的还是 RS1 创 GT。我们这一次呢是从德国，然后我们要远征奥地利，然后在
挑战大中路山的阿尔卑斯山的路线，外观我们就不讲了，因为自从看钢铁人的电影，你都觉得这车是很帅。但是在内装，我必须要讲，就是它会有一种独特的战斗感，而那个战斗感呢，它是用质感来堆砌。就像它的这个顶棚，就像它中控台，还有方向盘，它不是 Argentera 哦，它叫 Dynamica。因为它是用这个超细纤维，它这个100%都可以回收的。然后再就像统哥早上讲的，它用的这个碳纤维啊，质感是相当的细致。对，而且因为为了要对应它的 GT 跑车的那个特质，它其实椅子啊，椅子很好坐，它的那个战斗感没有那么的乖张，但是你坐起来，你不会，不管是我跟统哥的身材，我们从肩部啊、颈部啊，然后臀部、腿部，它的包覆力都很好，而且这台车的重心真的是超低的。那当然重心低，你开台抗也感觉出来，因为他们的确是兄弟车啦。但是在调性上呢 ，RS1 创 GT 它虽然挂名 RS， 它不会让你觉得那么哈扣，对，它就会让你觉得那个舒适的比重多了很多。那但是你在像现在用 Comfort 的模式下开呢，它还是能够让你掌握，就是开得很轻松，然后你那个电门你不用踩的比重，你只要单一点点，然后它整台车推动的速度又很快，是哦，这个我觉得是它很舒服的部分。那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一台车不是奥迪，那为什么用保时捷的东西？大家都知道它是台抗的原生车款，可是经由造型、经由内装，然后再来就是调教，就是让它赋予不同的个性，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挺好的。而且重点是 Porsche 的罩门，当然就是你选越多它的战力越强，但是你选越多你花的口口也要越多。那 Audi 呢，它就会给你觉得哎、欸，好像相对比较超值的感觉。但是超值不代表说在性能的展演上它就会给你扣分。像以这一台 RS1 创 GT， 就是在 Overboost 的情况下呢，它可以有646匹的最大马力，所以我觉得也算是很强啊。它0到100呢可以在 3.3 秒达成，我自己在上次试的时候是下着滂沱大雨，那个雨用倒的，我测是 3.4， 那个感觉就是你整个好像开后燃器这样砰一下，四个轮子借由它力量的分配这样耀射而出，很过瘾。我觉得这台车它在 mechanical 的部分当然没话说啦，那有后轮转向，也有两个变速，它可以说是一台真的很快很猛，但是又算好开的电动车啦。当然如果你想要悠闲的开，你可能就是在 comfort 模式下，然后油门不要踩这么大力，否则它真的是在加速的那个爆发力呢真的是奇强啊，要求劲啊。我觉得这一次感受很深的就是我第一次试电动车，我刚才讲我们长征嘛 Grand Tour， 它里程等于是最多，那你要避免里程焦虑，的确你还是要里程规划，那就包括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它拆成两天走，它就是怕可能怕说万一你一天就是硬要把这个它的续航里程可以到476嘛，那你一天硬要把这个里程干掉，然后万一你遇到塞车，你可能也会无所适从，会有一种焦虑感。那所以说它拆成两天，这是会让你觉得比较轻松的。我们今天的这一台车呢，它四人驱动 Quattro， 但是过去你熟悉不管是 R8 的 Quattro， 它是不同的路况它会调整它前后轮的分配比例，但我们还可以讲说它的极限呢是后轮最大 85% 驱动力，前轮极限是 70% 的推动力。但是现在的 RS1 创 GT 它是在毫秒，就是千分之毫秒内它已经在调配四个轮子的驱动比例，你已经没办法说出那个分配比，所以你开起来它就是一台很快的车。那你在跑山路的时候没错它很重，所以它现在给你碳纤维淘沙，然后给你更多的卡钳，然后再来就是它还有主动后轮转向，它也很清楚的知道我怎么样去规避那种沉重感，然后再加上它又有气压加电子悬吊，所以很棒，那好料都齐了，都齐了。这也是电动车跟以前油车差别。油车你可以慢慢买上来，对。但是我觉得电动车，如果你要走性能，这些黑科技基本上它都配给你，对。你也不用担心什么，它就全部都有。然后呢，你
其实极限更高。它还有一个很棒的地方，就是我们在接近它有充电装置的时候，它地图会显示。哦，这个是我之前在台湾使用的时候没有体验到。像我们刚才统哥开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有说，哎，在十分钟几公里，我们会有遇到这个 DC 快充的。那现在他是告诉我有一个 AC 快充，哦，十分钟内车程就会到。所以有这些的科技的协助呢，说真的，它的确能够淡化里程焦虑的这个问题。因为这台车有个优点就是，大家知道嘛，它跟台杠一样，五分钟100公里，那5-80%它还只花了22.5分钟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科技性它已经很棒，而且它值不值得？我觉得它会相较于其他竞争对手，你会觉得它是超值的。那它有什么我觉得比较没那么好的呢？当然就是像我们刚才提到，有一些比较 old school 的朋友，他会觉得它倒桶，就是你跟你share到别人的科技。但是我觉得就像我讲也不错啦，这个也很好，卸到保时捷，对，你应该你捡到啊，对不对？捡到啊，对也不错。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，就是我们刚刚开一段路下来，几乎没有任何的车主抱怨车子有什么不好。对有比较抱怨昨天的晚餐。会买 RS 一创 GT 的前提是你心里要的就是一辆电动跑车，不然它有一般的一创，我觉得就很好开啊，因为也不会觉得它没力或慢。那你只要花300多万，说真的，就是相对是比较平易近的。我刚才也在思索这个问题，所以我觉得如果硬要说 RS 一创 GT 有什么缺点，很明显的缺点会让你不想推荐它的，或者是让你犹豫的，我觉得现在还是在价格的部分，虽然它已经相对其他对手是超值的，可是对我们来讲就觉得，我要买一辆有型，然后功能性好，又有操控乐趣的电动车，我好像就非得要600万吗？对不对？就会有一个问号。对，或者如果你的车子是要很多人开的，对，我觉得一创 GT 就 OK， 因为它很容易上手，对，就不需要到 RS。对。我觉得当然 Grand Tour 这一趟旅行，我觉得最大的感受是，当然开车呢就是享受速度，享受那个操控乐趣。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团员们都还蛮会开车的，我必须要讲，因为可能他们有严格慎选那个 RS 车主啦。这一台车开一开啊，开就是包括下雨天也好，或者是我们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飙山路也好，我真的有一个心得，尤其我跟统哥这样交流啊，统哥就会觉得说，换我开的时候我加速太猛，然后他会不舒服。那我换统哥开，我坐在旁边，我有一样的感觉。后面对，后面更，因为你看不到前面嘛。所以我觉得开这个电动车，因为它瞬间的扭力就是最大，它不是像内燃机，你要拉转然后换挡，你可以维持那个扭力的峰值。这个就是全电门的时候呢，它就是砰，好像开后燃器一样。那你在急刹急停的时候，会造成乘客不舒服。当然，你如果是比加速进道的话，这个车很过瘾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大家一起出来玩，就是控制好油门。那我觉得这台车呢，目前呢、我都很满意它的动力跟操控，然后造型内装的质感也都很棒。可是就是手机充电的时候呢，那个我发现它的那个没有。后来我发觉可以，实际上它是有个缝可以藏进去的，藏进去的就刚刚好。但是它还是不充啊。还是不充，所以还是有一些问题啦。我觉得我现在对 QI 充电比较没有这么。这么喜欢，它是帮手机加热，帮手机加热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四个 USB-C 的这个插头很棒，只是我没有带 USB-C 没有在别线。对，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，它的后座当然不是像大房车或者是休旅车这么开阔啦，因为我必须要讲，它就是跑车，你要用电动跑车的角度来看它。但是优点就是，即使我179，我入座，我后座也不会顶到头。当然，它不是像 SUV 一样，就是你可以或者是 MPV， 你甚至可以躺卧，它没这个功能啊。那就是轿跑车，会空间会稍微小一些些，但这等于就是也增添了它的实用性。因为标准的跑车，你如果用两座来看，等于后座是真的可以载人的，对，真的，对。不过就是风景很棒，然后我们要离开这个空灵的山道，
那我们现在要先在奥迪 Driving Experience Center 去体验这个，它应该算是他们训练的场，但是这一次比较遗憾是我们没办法下场开，是要坐教练的车，然后下去感受。对，那先带大家看一下现场的这个状况，看起来很空旷。那我们准备的车呢，应该就是RS 一创 GT， 就是我们前两天开到大中山的车型。那现在在充电。那如果我没猜错呢，应该是蓝色那一辆。那这里其实就是一个训练场地，会有像洒水中心啊，有一台 RS 一创 GT 过来的。好，但速度不快，因为应该要回场，回场体验。好，轮到我上车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场，感受一下 RS 一创的魅力，用一圈的时间体验。不过因为是训练场，所以我觉得它的速度没有很快，就是感觉还好啦，就是它没有很用力的在飙，所以我觉得啦，就是它的极限还可以再更高一点点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这也是这一趟旅程的最后一次的活动哦。那待会要去看奥迪 Sport 的这个中心。现在已经到慕尼黑机场，就准备返程。我的心得是觉得，我觉得奥迪真的很用心。是，撇开车啦，因为车是一回事，就是他会办这个，让车主觉得增加一个附加价值啊。因为我觉得除了车本身，然后玩乐本身，那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他可以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因为我们这一团大家都很和乐，没错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每天嘻嘻哈哈，然后我都喝几天了，同哥都散过。那归纳一个 GT 的心得啦，我觉得 GT 真的就是吃吃喝喝，你就是让身心灵很放松的玩乐，就很开心。不，但是我们这次的行程也是只是奥迪提供其中一个，对对对，他们有，比如说今年年初他们有做雪序，雪序我们之前去过了，对对对，没错。然后这次就是 Grand Tour， 对 Grand Tour， 还有未来还有很多不同的行程，对，他们都在规划。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法，也可以跟你的奥迪经销商建议，好好讨论跟建议。对，我相信奥迪一定很愿意做这样子的客户的互动，作为一个很好的这个更进一步绑在一起，像一个家庭。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奥迪现在在推广，就是主要是不是只是客户而已，是一个家庭。我觉得这是他们最想要达成。我觉得简单的归纳一下，就是我觉得这算是高端品牌的另外一种责任，因为就是要让车主除了凝聚力以外，就是要让他的生活更好。我想这也是奥迪的重点。好了，我要去取餐了，下次见，拜拜。